是吴新宇。本期的长型讲座，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有关定式以后的一些变化。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个定式啊，黑棋挂角，白棋一间低加。在黑棋经营模样的时候呢，会走这个跳啊，压住的，然后选择这个定式啊，一般就是说，在这边黑棋啊，有子力啊，有配合，这种情况比较多见。然后呢，白棋以后这个爬，这都是一个正常的定式啊。这都是我们熟知的定式啊，以后白棋挖啊，吃掉这个黑棋这个子是呢非常大啊，那么黑棋粘上，黑棋粘上呢，白棋冲掉啊，白棋冲掉。双方呢可以说呢，在此呢就一段落啊，告一段落。那个以后呢，这个角上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啊？应该如何下？到底有没有棋？这个呢，就是我们本期呢要研究的。以后如果说啊，这个角上啊，把它当做就是白棋的实控的话啊，黑棋只是在周边啊这个削一削，那么被白棋啊就是跳的全部围起来，那么来说呢，黑棋呢是不能满意的啊，黑棋是不能满意，因为这个白棋就是全部都变成实地了，黑棋在这个里面还是呢需要啊施展一些手段。那么具体的应该如何走，我们来看看。拖一个呢，是其中的一种下法，但是这个呢，白棋呢没有什么好怕的。白棋就搬啊，黑棋粘上不行啊，粘上不行。白棋呢，就简单的粘上啊，简单粘上。这个棋呢，黑棋接下来呢无法做活啊，无法做活。那么黑棋如果连搬啊，黑棋如果连搬，这白棋呢也很好应对啊，很好应对。白棋呢就打吃。完了呢，简单一点，粘上都可以啊，粘上都可以。黑棋要是爬，爬打吃呢，白棋就扳住啊，这个提掉呢等于是没有用的，这个提掉。提掉以后，反正你虎呢，这个一点啊，这个棋是无法做活的，这个棋是无法做活。那么无法做活的话呢，这个拖连扳也是不行的。黑棋还有呢，拖啊，那以后断啊，这个稍微呢，会复杂一些。不过白棋呢，依然可以，就是说，有办法应对啊。白棋呢，一种呢，就是粘上啊，粘上。粘上的这个就可以啊，黑棋从这边打吃啊，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这个白棋就立就是啊，黑棋打，白棋呢就打吃完啊，一拐吃就可以了，打吃完拐吃就可以了。黑棋从这边打吃啊，爬，那么呢一样的，白棋就打吃一个，再拐打啊，这个黑棋呢依然呢无法做活。从这一些变化呢，我们呢也可以看出啊，也可以看出来呢，这个黑棋脱角啊是不行的。那么黑棋的在这个地方的手段呢，就是呢点三三，
点三三，这个是有期的。那么这里具体的变化呢，我们再仔细的研究一下。白棋呢有两档的下法，白棋如果从这边打啊，如果从这边打，那么黑棋呢就接着爬啊，接着爬，这个是要的。接下来呢，白棋呢不好继续杀黑棋。白棋如果点一个，黑棋就粘啊，黑棋就粘，大家看到没有？白棋想爬着继续杀黑棋啊，由于这个自身周围这个毛病比较多啊，黑棋就挡住，白棋退啊。黑棋呢最简单的啊，直接虎一个就可以捉虎，直接虎一个就可以捉虎。白棋立，黑棋做眼啊，这样黑棋呢比较轻松的啊就活了。当然黑棋利用这个冲的味道搬粘啊，做活呢也没有问题啊，也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以后可以断啊，断了白棋只能粘在上面，那可以跑出来。不过呢也给白棋外面呢残留了一些先手，还是不如呢直接小尖在脚上呢活得干净。白棋点杀不行，那么呢接下来呢白棋呢还是有一个啊这个迷惑性比较大的这个手段，就是呢白棋立，白棋立啊，这个棋黑棋啊要做活还是略有些呢还是需要费点这个脑，动点脑筋。如果跟着这个挡啊，这个就算当了啊。那么白棋再点，白棋再点，黑棋粘上，那么白棋现在爬回来，这个黑棋不行啊。这里面不管你怎么走啊，都是做不出两个眼的形状啊，这个空间太小了。怎么也做不出两眼，那么这棋呢就死掉了。那么立的时候啊，黑棋尖这个啊，在外面这个尖呢也不是太好啊，也不是太好。白棋呢可以跳啊，白棋可以跳进来。黑棋虎，这个是眼位不够啊，白棋就爬，这个眼位不够。如果即使你做个眼呢，这白棋就挡住，就是这个眼位不够。黑棋冲了挡啊，想扩大里面的眼位呢，这个暂时呢也无法这个进火啊。那么白棋现在可以点这个，黑棋粘上，黑棋粘上，白棋呢冷静一点的接回啊就可以啊，冷静一点的就防止黑棋扑了以后啊那个有力或者是尖的先手。这样这个局部呢黑棋是死棋啊，大家看看，如果你弯白棋就尖啊，你尖这个局部来说，这个不是双火啊，这个是死棋。黑棋虽然可以啊，但是刚才你们说这个白棋要接上，那么我在这之前，黑棋虽然可以先扑到一下啊，这个棋可以先扑到一下，但是呢也呢不太解决问题。依然点啊，白棋呢就挡在这边也可以啊，挡在这边也可以。这个棋等你黑棋立的时候呢，白棋可以挤过去，这
这个也是实际。打吃的时候他就粘上，让你吃四个字，这样呢不行啊。当然白棋不能粘在这，粘这被黑棋一夹呢，这个反而形成一个打劫杀了，反而形成一个打劫杀了。扩大眼位也不行，挡住也不行啊。那么这个棋，黑棋应该如何啊做活呢？这地方呢，黑棋有个妙手啊，这个值得大家学习一下。黑棋啊，要做活这个棋的妙手呢，是在二二小尖。希望大家呢，记住啊这一步棋。如果不会这个二二小尖呢，那么这里的所有的变化，将会就是说黑棋不成立。这时候白棋如果点继续杀啊，那么我们就能看出啊这个尖的妙位来了啊，这个尖的妙位来了。这样呢黑棋啊可以轻松的啊就做活啊，就是火。白棋加一个也是没有用的啊，加一个这个黑棋呢，眼位呢活得更大啊。白棋如果再在这边走啊，那么黑棋这一尖啊，这个明显呢，这个活得很清楚啊，这个眼位非常的大。那么由于啊有了这个黑棋小尖R2的这步好妙手啊，那么白棋的从这边挡的方向呢，显然呢就不是太好，因为黑棋可以爬完小尖以后呢轻松的啊进火，那么白棋的手法呢就要呢重新考虑了。挡这边黑棋可以轻松进火，那么白棋呢下法呢就是只有挡在这边了啊，挡在这边。黑棋如果直接啊搬虎啊就地做活，当然呢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白棋呢现在是不能进杀黑棋啊，如果跳那么黑棋冲，由于这个外面还有毛病是无法退的啊，因为这个黑棋呢有这个断的先手力，白棋只能虎，那么黑棋呢可以粘上啊，这样是就可以做活了。那么呢但是呢白棋呢还有一种下法呢，就可以打吃这个，要求呢与这个黑棋打劫啊，与黑棋打劫。那么这样的话呢黑棋呢要根据啊这个全局的劫材的一些问题呢来考虑了，情况呢就会相对呢比较复杂一点。其实当白棋从这边挡的时候呢，黑棋呢还有更好的下法，那呢就是直接小尖。直接小尖以后呢白棋要继续强杀黑棋呢已经呢不太现实了啊，不太现实。如果跳那么黑棋就搬虎，白棋打吃时呢黑棋可以接上啊，黑棋可以接上。由于这个白棋外围啊不够厚，有一些借用，这个也呢无法继续攻杀黑棋啊。如果你继续来，那么黑棋就打啊，你爬黑棋就顶啊，由于外围不够厚，我们看看这个黑棋一挖啊，
白棋的这个封锁网啊，就会出现裂缝。打直，为了看得清楚一点呢，我们就可以先断一个啊，以后断当然也可以了，然后再冲啊。这个棋，白棋要出问题啊，要出问题，所以这个点杀呢是过分啊，点杀过分。那么这个棋呢，也就是说呢，白棋暂时不能点杀，不能点杀呢，那么黑棋啊，这个棋呢，可以说呢，已经呢，就是说活了。白棋外面呢，虽然啊有一些先手，有一些先手，但是呢，黑棋做活的时候呢，可以打吃在这里补活啊，留有呢这个加的手段，留有这个加跑这个手段，黑棋可以说呢活的呢也不小，这样呢黑棋还是可以满意的啊，黑棋还是可以满意。那么当尖的时候啊。白棋如果挤，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好一点的下法。白棋的应对来说呢，挤一个呢是比较好一点的下法。黑棋如果虎，黑棋大概也要虎啊。那么白棋呢，搬不见得好，搬不见得好，因为搬呢这个地方被黑棋一虎啊。虎以后呢，黑棋呢就可以呢脱先了啊。第一，黑棋可以脱先了，即使黑棋脱先，白棋呢也无法这个在这里啊进杀这个黑棋，也无法进杀。还有可能呢，就是说呢，黑棋还可以加你一个。那么白棋如果先啊打吃的话呢，黑棋呢？也呢有可能啊，第一与这个白棋作结啊，他也不会老老实实的粘上啊，被你先手扳一下，他有可能呢直接和你作结啊，因为这个结呢白棋负担呢也不轻，因为这个等于是被黑棋打赢以后啊，这个顶也是先手啊，这个顶也是先手，那么这个棋啊，黑棋活的也是非常的大。黑棋活的是非常大，这白棋呢，还是呢有一定的负担，哎，白棋还是有一定的负担。那么白棋挤完以后呢，白棋比较这个正确的下法，比较明智的下法呢，就打吃在这里，黑棋张，然后呢，白棋呢。再粘上啊，然后白棋再粘上，先把这边的目数啊守住。那么守住以后呢，黑棋这里只有跳，白棋再靠，白棋再靠，黑棋做活，需要顶一下啊，然后立，然后立，这样呢。可以说呢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这个形状啊，在这个局部来说呢，也可以说呢是双方一个比较正确的下法。正确，黑棋呢，能够掏掉啊这个白棋脚上的空啊，进活一块，当然呢还是说比较满意的啊，比较满意的。而作为白棋来说呢，把损失呢减少到最小的程度啊，把这边目数守住，同时呢逼迫黑棋啊走了两手这个比较熟的下法呢，使白棋外围这边呢走得比较厚，白棋呢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白棋以后还有粘上啊，或者呢有利的这个先手味道。有张上和立的这个先手味道，白棋呢也是呢可以接受的。这个图呢可以说呢是在黑棋动手的情况下啊，双方的
一个正常啊，一个正确的这个变化。还需要注意一点呢，就是说呢，当黑棋点的时候啊，白棋呢也没出了啊，这个挡以外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下法，因为这个挡我们刚才说了不行啊，白黑棋可以轻松做活。那么如果你强行去跳啊，这个也是非常勉强的下法，非常勉强的下法。那么黑棋只需要冲就可以啊。白棋如果挡住，黑棋一拐啊，这个活起来比较容易了啊。张上啊，现在黑棋可以爬了，现在黑棋可以爬。白棋如果现在点，那这个情况呢，跟刚才就不一样了啊。黑棋它就不张了啊。如果张被白棋爬回去，这个棋黑棋还是死了。但是呢，黑棋现在可以打吃，可以打吃。提掉这个劫，白棋大棋太累，然后呢再挡住，这样呢做活呢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所以呢这跳一个呢还是不成立啊。那么我冲的时候，你如果退一个啊，你如果退一个，如果退一个呢，由于这个外面有种种味道，这个白棋啊依然无法呢杀黑棋啊。拐一个，这里要连回来，白棋只能粘上啊。接下来黑棋呢可以拆取，依然是就尖一个的好手啊。大家反正要记住这个局部的形状是二小尖，依然有这个好手呢，这个白棋呢还是无法杀黑棋。那不能杀黑棋的话呢，这样目数呢损失还是非常的大啊，目数损失非常大。点的时候啊，飞一个啊，这个也不行啊，这个黑棋就爬啊，白棋呢已经无法继续呢杀黑棋。如果你继续点，这个黑棋就粘上啊，这个很容易很轻松的啊，黑棋就可以做活。这个黑棋做活没有问题啊，煎一个也可以啊，这里有味，有斑的味道。那么呢我们呢也就通过这些研究啊，通过这些研究我们知道，在这个角啊，黑棋一点的情况下呢，黑棋啊可以在这个角上走出一个这个进活来，进活。所以说呢点角也是一步呢不小的棋啊。大家就以后就不要啊这么简单的走一走就算了啊。作为白的一方来讲啊，作为白的一方来讲呢，如何守，这也是呢一个问题啊，一个问题。白棋啊，如果轮到白棋走的话，那么手脚啊就可以呢稍微积极一点。如果说只是简单的啊补一个，这个效率呢相对呢就有点低啊，有点低。这个棋啊，白棋就是说想最大限度的吃呢，可以吃在这里，可以吃在这里。当然你如果吃到这里去啊，往这里守一个，再被人家点一下，啊，还是无法进杀人家，那么这个就是落空了。所以白棋也要守，也可以守在这里。不过守在这里呢，最大的好处它是目数比较大啊。如果他再走的话，这个白棋就跳一个，这个黑棋活不出来，这个黑棋活不出来。由于有这个子帮忙，你冲的时候他就正好可以唬住了。但是呢黑棋呢依然呢还是稍微有些利用啊，至少呢黑棋它这里交换一下以后啊，外面会产生一个这个点的这个先手便宜啊，先手便宜。那么白棋如果你想味道最干净的补呢啊，心里最踏实的话呢，小飞在这啊比较好。
小肥在这里比较好，这个脚上呢也呢吃的比较干净，外面呢黑棋呢也没有太多的可以借用之处啊，可以。那么呢我们刚才所讲的变化呢，就是说呢是关于这个脚黑棋走啊与白棋，黑棋走该怎么下，大家记住这个二二尖的好手。作为白棋走应该怎么下啊，大家呢可以选择这个味道很好很干净的小肥。这是这个局部的呢一些变化啊。我们稍微往前延伸一点点啊，就是我们既然知道啊这个知道了这个地方黑棋有点脚啊，黑棋有点脚进活的手段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往回推一下呢就知道呢这个棋啊白棋挖张的价值呢并不是啊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想象的那么大，好像一挖张一冲就把这个纸吃掉一样，其实呢没有吃干净啊，其实没有吃干净。很多棋友就是说在走这个定式的时候，我看很多都急急忙忙的啊走掉啊再冲。那么回过头来看呢这个挖张呢虽然有不小的价值，但是呢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啊，因为本身这个交换了以后呢啊这个交换了以后帮黑棋在外面加强啊，黑棋外面至少多出两个子来，对这个外面呢加强。第二呢白棋呢并没有吃干净脚上这个子啊，并没有就是吃干干净净的把脚给守住，以后呢还是需要补一手。同样作为黑棋啊，反过来说呢你也不要急急忙忙啊把这个子啊去连回来，这样就不对啊，在这样的外面整体被人家断开以后呢这个黑棋呢就吃亏了啊，黑棋就吃亏了。这个棋本身黑棋里面啊还不见得啊很好做活很好做活。所以呢了解脚上变化以后，我们对这个往前一推呢也就知道啊，对这个挖张双方不要看得过于看得太重啊，看得太重应该呢可以抢先抢到外面的大场啊，甚至于来说呢可以跳一个也行。挖张冲掉看上去呢是非常的舒服啊，非常的舒服，但是呢实际上的价值呢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啊。看完我们这个船型以后啊，希望你在对这个脚上的啊变化有了清楚的了解以后呢，同时也希望您呢对这个定式啊也有呢更深的理解。本期的讲座呢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拨打热线和发音妙的形式呢与我们联系，我们尽量呢给您予回复。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大家再见。